我们在一起啊，出事了。警方在牛头角一个工厂大厦单位发现一具女尸，经证实，死者是香港富商郭世荣的女儿。从现在开始，我正式成为你的辩护律师。无论任何人问你当晚发生过什么事，你只需要回答：对不起，我不想回答你任何问题。是。 这次对方找了雷有辉做辩方律师，站在下面抬着头这么多年，你也是时候应该坐在上面。律政署那边已经确定要控告李易峰谋杀，他是无辜的。这个案子本身就有疑点，为了你女儿，你可以牺牲多少？要不忍辱骂罪，我们都不过他。如果现在连你也放弃的话。 那么爹给这辈子都站不起来了。是你教我的，身为辩护律师，你应该为委托人争取最大的权益。你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，他撑不住了。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，这样做对谁都没有好处，这里什么都不重要了。 今日清晨，警方喺牛头角一个工厂大厦单位发现一具女尸，经证实死者系香港富商郭世苗嘅女。由于公开始，我正式成为你嘅辩护律师。无论任何人问起你当晚发生过咩事，你只需要答对唔住，我唔想答你任何问题。系。 今次对家揾咗雷有辉做佢哋嘅辩方，企喺下边抬高头咁多年，系时候你应该坐喺上面。B O J 嗰边已经讲啦，要 charge 李易峰谋杀，佢系无辜噶，根本单 case 有疑。冇咗你个女，你可以生几多？不如叫佢认唔杀啦，我哋实斗唔过人哋噶。如果而家连你都放弃嘅话 ，Dicky 佢呢一世都企唔翻起身。 你教我噶，我哋身为辩护律师，系应该为客人争取最大嘅权益噶。你将事情睇得太简单。佢顶唔顺啦！我以为我咩都唔知，咁做对边个都冇用，你做咩都唔重要啦。